其他地方那熏得黑了，擦都擦不出来。整体都烧完了，洗衣机就剩个空壳子。第二天人家就过来一个人，人家过来拍了个照啥的。半个小时之后，人家给我说是给我赔个洗衣机，我肯定不能接受呀。我的诉求就是给我恢复原样就行。因为您这个问题的话，我们也非常的重视。现在的话呢，已经是转交油酸源给您再处理解决了。